好，我们先用那个八龙来打哈。开打，我们看一下我的键盘攻略行不行？键盘攻略第一关的话，就是起技能。八龙跳的这个跳起来之后这样。然后第二关，因为等一下第三关会被重置掉，所以这边好就全部开一开就好了，反正等一下也用不到。然后第三关呢，会有把其中一种属性，其中一种腐蚀转成水，然后把木以外的全部重置，希望不要太多水。这边的话应该是还好。先洗一下，这边的话直接手转，哦，这天降有点多，三张3800万，这边会有一个这样子，先洗一下，洗一下，洗一下，洗一下。这样子就可以过这里了，然后再来下一关，它会有一个冻结三回合。那这边因为我们八龙血量非常多哈，就给它冻吧，就给它冻。没打死，没关系。好，八龙现在抽得到吧？抽得到吗？好像抽不到，我也不确定。好，两秒转这边哈，开这个，我看一下。这样必定九 C， 必定九 C。然后我再来就是 CF 这边哈，这边的话就是直接空转。然后王冠开八龙，因为整版都是火啊，火珠不能被消，所以我不带火龙死的原因就是因为这边火珠不能消。开起来，然后打下去。这血很厚哈，所以就可以撑。好，最简单的打法就是这样子的啦，八龙队最简单的通关队伍第一关八龙。第一对八龙，最简单打法。木龙死没有重点，但不用，他只是拿来那个剑，主要是那个剑增伤。